日本女艺人来中餐厅吃饭，那必须提供 VIP 服务啊！开胃菜先来个高速旋转餐桌，把她搞晕，然后桌子中央升起奶油意大利炮，锁定目标开炮，漂亮，正中靶心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整人综艺，一起幸灾乐祸吧！小美来到了记忆已久的中餐厅吃饭，眼神充满期待。好家伙，导演真狠，三发奶油炮全部命中小美面部。希望小美能喜欢这次难忘的中餐厅探店之旅。最后，小美还对导演的开炮技术予以了高度评价。关注我，解锁更多岛国奇葩综艺。